这位小姐，小姐，你要干嘛嘞？到底是做什么会？你要干嘛啦？笑什么？因为我在喝酵素啊。平勋啊，安娜，我还讲，我伫公司看你拢爱三级落去，足唔甘的。我今仔吼，带你来这个所在，会当互你补充着满满营养素，甲你照顾一下。这是果菜市场呢，安尼我想是我青菜买的对啊。你看一下，对啊，这捧个呢，人咧讲迄个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呢。哎呦，你也知道呢，知道女生补血对不对？对，吼，补血上好，人讲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葡萄、啊，对，就是要多吃葡萄。对，哎，可不贵呢，嘿，那个女生也当阿布阿布的呢，阿布哥也当安那白白虾，健康正常的对吧？顺畅出去的这个对吧？哎呀，你看你这锅啊！你是讲大锅、二锅、加半锅，吼？什么锅啦？我跟你讲，所有的菇类都有很多多糖体，也是要多吃。但你我看一下物件，什么物件？菇类之王。灵芝王，你竟然还认得出他是灵芝王？看来圣品哎！哎，我想不到你也是知道的呢。当然知道啊，真的要多吃灵芝，这预防感冒。今晚的钱，贵松松啊！哎呦，我知影贵松松，啊，唔过咱拢爱食遐，爱食遐，爱食遐，拢爱食，拢爱食，无唔对啊？对啊，嗯，我全部拢买嘛。买什么啊？没买吗？好啦，我问你，你不是从来买吗？来来，这物件你人买回去，你开偌济？哦、我感觉可能，敢那迄灵芝可能爱几落千啊嘞，差不多，你倾家荡产，啊，佮互你拢买回去了，直接全部，你食落去吗？没有办法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你就吃不下去，又花不了那么多钱，真是到底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就是要带你来这边，因为今天你所有看到的，只要一杯就会当解决嘞。那有可能一杯？真的啦，来，我带你来认识这个酵素达人。哦，让我们欢迎酵素达人陈董。嗨，香甜甜心。陈董好，高赞，高赞，高赞。一杯你也啉落，把气托你包滚满意，精气神。真的吗？啊，当然喽。就是这一杯，就这么一杯，全部的营养素我都喝得到吗？够大，你够在。我不信，我真的不信。气块买你有在？对对对，我还讲。其实吼，讲真的，这确实是可以完全补充到。但是啊，酵素很简单嘛，你只要物件甲洗好清洁买回来，对不对？洗好清洁，切切的落味发酵，180天后你就可以喝到了。真的吼、哦？对不对？那我像你讲的遐简单。不要简单嘛，当然喽。是啊，我想象的就是哎呀那样啊。我妈妈阿妈拢安尼做的啊。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恁今仔去足幸运的，恁来到阮工厂，阮这间工厂是代代唯一认证跟我们技转的工厂。所以今仔呢要好好恁体验一下，免咱来做酵素。所以就是，若今仔家己想要食一杯啉落去，一杯大家，家己就爱。那来打工呢？对，要打工就对了。今麦朱奇林真歹做，要啉一杯酵素，竟然搁爱落海去打工。啊，唔过。这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真的好想全部带回家。香婷，较紧的啦，头家在催啊啦。啊妈，我洗一下水果呢。就是洗水果而已，他酒根本没过到家。戴这个帽子、口罩，这样干嘛？我们是不是太低调？哎，米露，你怎知影？要我呆呆认定，然后要记转，一工厂就是要安尼。哦。为着食安的问题，卫生。啊，咱哦，这一点开始，因为咱制作出来的品质就是在上好，啊，了解无？好了，来，你那我恁试看卖，让你们打工换酵素，换酵素对不对？对，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没什么难得到我们的，来吧，我来，开戏，来来来。哎，讲真的，都要发酵了啦，为什么要挑这么新鲜的？哦，当然咯，物件得爱喝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阿姐拢一支一支说，你卖贵啊，咧臭臭的，阿咧娘，被发现。阿咧我哪里扣分咯？阿咧讲假，阿咧一支一支哦，阿个叫遐哪？一支一支哦。对。啊，那你真麻烦。哦哦，真是哦。咱上用清水洗过两摆。哦，这是阿个洗两摆啊。啊，当然咯。
对不？啊，然后料的时阵，咱经过臭氧的杀菌，搁洗一摆。臭氧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臭氧。这里有最细的货吗？在洗料的时阵哦，臭氧伊会杀菌。哦，会让咱的物件呢保证咱的品质。哎，对。哇，所以这么早干哦。哦，一定的咯。哦，这洗到蔬菜都脱皮了呢，阿姊，我家己洗身躯才洗一遍尔呢，啊，这的蔬菜水果竟然爱洗三遍哦。妹妈啊，物件就爱洗清气，才会当做家事。为了孝顺，我豁出去了。这水果应该还蛮简单的啦，来。好，你试看卖咧，你就知。你搬我菜啦。阿姐。阿兄有两浪哩。我手。赶快，赶快。你牙都咬好势，你唔好用人。欸這樣啊，欸，是咯，欸，你看我，够恐怖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行不行啊？我也觉得蛮可怕的呢。啊，你他都要拎一杯咖啡哦，有好个，有啊吼，哎，你看精气神都来了。看这个，哎，你刚刚切过就走开了，奇怪。其实真的没有呢，我在家都是人家切好的。你到哪里切？哪里切啊？阿伯，不怪遐吼。行行行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我要歪去啊！来，爸爸，你有手相片，你两个查工。我们现在示范，示范。哦，示范哦，来。哎，卡掉呢。请问多少米？这个罗油。无来，迄个输去啦。哎，后边后边，搁拄了点。搁拄了点，搁拄了点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当时啊，来啊，我停心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停心计划吗？哦，这么慢，什么嫌我慢？收收收收收，是这里没条大手啦。拜托嘞，既然搁嫌我慢，这工课真正无轻松呢。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当领到大手呢？哦，好累哦！会忝是无？会忝咯！会忝吗？对，你伫边仔讲话，我伫遐吹气鼓、吹气鼓。我咧教恁呢，无怪你安尼。来，无怪你做棒诶！咱即摆来啉即啉即个酵素类吼，可以喝了，精气神可以喝了。当然咯，啉落了你就知影。好感动！百种蔬菜水果，咱头拄仔切的遐、洗的遐，规拢伫遮。哦，当白痴是。我闻到我的手烧的味。好可怜哦，嘿，一百八十公，一百八十公，所以这是别人的手艺，好好喝，好好喝，很好喝，味道不错吧？嗯，哦，他都咱遐所有看到拢伫一杯内底，对，哦，上百种蔬菜水果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讲吼，啊，这样喝酵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酵素呢，它本身就是一种酶，一种蛋白质，蛋白质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在喝的时候呢，我们建议说，你把它加温到，就是用温水超过40度或45度以上，因为它会凝结，然后会破坏它的这个功能性。酵素喝酵素呢，可以养颜美容，嗯，哦，可以这个排毒，哦，然后会让你的这个生理机能，嗯，哦，代谢加速，对，然后另外最重要最重要呢，它可以改变你的细菌虫，肠道的细菌，肠道菌虫，对，它会抑制坏菌，然后会让好菌增生。那你知道，好菌增生的时候，你人就会健康。酵素喝得对，健康更加倍。酵素挑得好，肠道没烦恼。什么人都可以喝吗？对，当然什么人没有限，比如说，哎，糖尿病。我有糖分太高，还是说有这妈妈就是有机功能噶不好，肾功能可以喝吗？哎，拢都无问题，都 OK 就对了，拢 OK， 哦，那就很安心呐。哎，还有还有，我还发现，因为我们刚上百种蔬菜水果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哈短沟里沟干板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如果有甲状腺的问题呢？没有，嘿，拢无问题，都没问题。因为咱经过这个五行阴阳的这个铺陈以后，能够制造出来呢，它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，还有那个呢，全部都已经滤除掉了，所以留存下来都是对身体健康最有用的。我们里面不只是这样子，我们的除了三种菌种以外呢，然后我们还植入24支的益生菌在里面。哦，还有益生菌。在吗？我记得秘方的，就Coca-Cola那个秘方一样，这个是无价之宝。
哇哦，原来驾手这么也不简单，还有属于自己的秘方啊！所以我真的不得不讲，刚刚你看那个五行那个，嗯、所以你看我那几处那我可能走嘛，对啊，那我还要讲究这个五行的摆法用法。对啊，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？哎，因为咱你处理那个制作的环境，一般的时阵，因为你在你的菌种，你的环境，还有时候呢，你在清洗你的这个发酵瓶的时候，没有弄干净，所以时常有人介济人，伊拿去家里去处置的时阵，其实呢，你只要仔细看，它上面会裹上一层白白的白白的。那个白白的是什么？黑香粉。我阿妈讲黑当家，好可怜，黑假啊，黑假的料，你都捞到，怎样啦？黑是啥物？霉菌。霉菌。花霉。霉菌。我怪有人香港卡袂好。哎，真的哦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而且一般在家庭在做的都是单宁酵素。其实单宁酵素不是不能喝，是不能喝太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水一样，水喝太多也是会水中毒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的这个百种蔬果护方酵素喝了以后呢，它会让你吸收你该吸收的，没有的话你就会排除下来。原来是这样哦，就每一个步骤都是一个学问，拢东西学问啦。哎，等等等，我感觉有一个无及格的所在。什么无及格？咱拄只，你无发现咱的七岁狗竟然拢无下皮？对啊，我顶下皮啊皮嘞，皮袂用食。哦，问你重点咯。刚刚皮都去哪？是讲因为拄只就无用，咱无收到。咱一般咱若咧伫厝食水果的时，咱拢都下皮，对不对？其实因为咱的皮是属于介侪营养素里来的，所以咱刚才咧讲植青素啦，或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不能把这些浪费掉，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两次的清水洗，再经过一次的这个臭氧，然后臭氧完了又一次清水洗，所以已经把该外面的污染还有那些呢，全部没有，我们的气作都没有农药了。喝酵素有喝酵素的方法，一般性我的建议讲，你若去热情喝浓液，喝原液。效果会比喝稀释过的还要好。是哦。那纯液呢？要怎么喝呢？那你来电行弄几个量杯嘛。啊，你的套装是要给落水刷泡料的时阵，你的倒差不多15cc到20cc。然后呢，你带你的口腔来对吼，安尼小花呢拉拉，咱讲拉拉拉拉拉嘿。然后慢慢啊吞的。哦，我讲你的咽喉加你的口腔。那个都是很清香味的，那你就它会润滑你的喉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再慢慢吞咽下去，吞咽下去完了以后呢，大概差不多经过15分钟到20分钟，你差不多你我建议你要饮250cc 的水，还是300cc 的水？为什么？你问为什么？我被问啊，叫你唱起，我来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的酵素里面含很多的酵素纤维。你来对。对。那酵素纤维的作用，你除了比料的情，因为肠壁，我们的肠道肠壁的时候，就很多的作者的卡盖子，卡盖子下有没有？是人家讲，先让它下去作用，对，它就会帮你刮除下来。哦，你了解了，然后再用清水下量嘛，下去把它大量冲掉。对对对对。哦，所以真济食素的人讲，我著食真济素，是啊，个电离会便秘，食不出来，因为水量无够。哦，啊，咱的酵素的先嘛是同款，它会让你通便，会让你很顺利。然后你的肠道会帮你清理的干干净净。对。可是你要有水分替代，要把它通出来啦。对。所以最好是就是早上空腹喝原液。可是有个问题哦，有的人我胃不好啊，我胃溃疡一加深，我饮酒在胃那里卡咩？你你都慢慢啊，你也慢慢啊改善，也 OK 哦。当然啦，也慢慢啊改善。真的哦，那会不会一开始有一些先产生什么作用？比如讲，一度开始可能可能每一人的体质也无同，反应也无同。对。不如果呢，咱这个百种蔬果的酵素，就是适合所有的人，也拢会当饮。尤其我上建议的老伙仔，是大人，除了是大人，因为伊喙齿白，所以不好，火气才，火气才一个火袂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营养就失衡嘛。对对对。囡仔
囡仔买菜，囡仔偏食啊。小朋友最喜欢吃炸鸡薯条，最喜欢喝这些蔬菜水果。你若好食这些时阵，伊会当补充所有身体必需的营养都有。所以都免惊讲会营养失调。哦，原来喝酵素有这么多的好处哎！哎呀，让我想到了哦，像那五维郎吼，比如我个嘴巴都烫啊，我嘿呀，五维郎胖胖啊，胖胖弟胖胖妹啊，我若食这白饭够再好，我是不是可以变瘦啊？我都讲不是讲啊，一旦养颜美容，它就是能够让你保持身体的均匀体态。哦，对嘞，哎。啊，不过我跟我一项要问，来请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太多的说，现在蔬菜水果吼有100多种，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多？好多 哦，啊、哦，这个问题好，因为每一项物件的心，它都只有单一一种酵素而已。对，但是咱人体内底的时阵的酵素，根据这个科学家研究的时阵呢。伊认为讲，咱即马目前所知影大概差不多有1500款，甚至有人讲差不多10000多款的这个加水的酵素。但是因为随着咱的年龄愈来愈大的时候，有一寡酵素都消耗掉了，所以爱用天然的来补充。啊，咱若是用100多款，是不是100多款的加水？哎，对呢。就用更全方位的酒，那普通家里吃饭，你嘛是会配鱼、配肉、配菜，同意思。吃鱼、吃肉嘛，爱菜来加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所以你厝袂使做，我袂做啊，袂使做，袂做。对对对，我搁一个问题。刚刚有看到还有那个灵芝，哎，我搁有画的红枣啊、枸杞啊那些，对，还有珊瑚草，对对对，珊瑚草。因为咱的。这个八种的蔬果综合酵素里面，就是要加一些这些草本植物的，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些咱人体所需要的微量矿物质。哦，这加了，所以那安内心营养就不会流失，你看，所有的营养都被我们固定在里面，固定在里面。哎呀，安内听起来真正呢，就是什么都到位了，真的自己经历过才知道。原来这么复杂，每当家里的处置，真的呢，真的无法度。我建议唔通，你有一寡工课，你也是爱和专业的人来替您做。真的，因为健康，吼、哦、是用钱买袂到。嗯，是啦，实在。来，安尼对酵素有了解无？有，有无？很清楚。记得哦，每天搁要带厝，搁要家里做哦。来，这边，咱来为咱的健康。大米酵素，干杯！今仔日伫遮无闲几工，啉着一杯几百种蔬菜水果的酵素，才知影制作的过程是遮尼啊无简单。而且达人嘛有讲，酵素800款，若有添加益生菌的酵素，唔呐肠道健康，也阁会当青春美丽哦。人客啊，想要健康的身体，真简单。一天只要一杯酵素，